七岁张小慧买到两大富翁破产。前男友陈耀明近日去世，享年80岁。香港富商陈耀明去世，享年80岁。大多媒体却聚焦到张小慧身上，而张小慧当年又是香港歌手钟镇涛的前妻，这有点像绕口令。张小慧每天光是买鞋买衣服就是个天文数字，直到把钟镇涛买到破产为止。两人有一个女儿，最后离婚。张小慧跟钟镇涛离了婚也有花絮，据说有一次张小慧听说她跟钟镇涛的女儿遭到了继母范江的毒打，于是跑到钟镇涛家里跟范江吵了起来。可是没想到已经女儿却站出来力挺继母，张小慧落得这样的下场，也怨不得别人，谁让她自己这么做呢？不过张小慧与大她24岁的陈耀明拍拖也真是很甜蜜，几乎时时刻刻黏在一起，根本不介意在大众面前秀恩爱。钟镇涛开新闻发布会骂张小慧，唱新歌映射张小慧，他把人生的所有不如意都归结于这个女人。